第五个，这个我也很难。比如说，永远运动服他都不换季，他都给我穿什么那个打篮球的短裤，对，不然就给我穿那种什么吊嘎，然后看不出来说现在啊，不就是都是艾迪达就是艾迪达，现在艾迪达的运动服它挺不一样，对，它也有流行路线，对对对，就它也有时装比较时装系列的，还有哦。穿吊嘎一定要配肌肉哦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请不要穿哦。哦，这个对呀，是啦，挖这里啊，这边这样垮下来，然后还有副乳，对，男的哦。我觉得有副乳，然后穿吊嘎真的有点会很生气，对不对？